走过32年，我们过去经过这个上人的带领，还有我们同仁们大家共同的努力，我相信未来我们很期待呢，只要有任何疾病在国际间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要到台湾，我要到台湾的花莲，因为那里就我生命的希望。32周年院庆特别表扬，以及服务30年、20年以及10年的医护人员，他们的精神就像今年的主题“蹒跚故林”，和医院一起克服医疗资源人力问题，精进成为花东地区唯一的医学中心，守护生命的磐石。而如今，无论在骨科、泌尿科、干细胞治疗等等，创新研发突破极限，也在国际间30多个国家支援医疗爱的足迹。今天起正式迈入第33年，也誓愿秉持尊重生命的初心，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。